敬的马来西亚汉学院董事黄居士、吴执行长，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今天非常难得悟到有这个因缘来到我们马来西亚汉学院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因缘也是由于我们这些年我们导师上进下空老和尚提倡记住我们汉学院两年前在吉隆坡举办第一次的祭祖，这次是在汉学院在马六甲汉学院里面办这个祭祖大典。在我们汉学院办这个祭祖大典，那么这个意义更为深远。在2016年6月，在英国威尔斯大学南彼得校区也是举办第一次的祭祖大典还有系念法会。这个祭祖大典跟三十系念都在学校里面举行。这个活动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一生他老人家所提倡的佛教是教育跟儒家是一样的。儒家的教育是一生一世的，就我们现前这一生的，从人从生到死这个阶段，佛家的教育是三世佛讲过去世、现在世还有未来世。这是三世的教育。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总是把佛教列为宗教，为什么会列为宗教呢？因为不了解看到现在佛教寺院表现的做法，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甚至有一些佛门本身的四众弟子对佛法也不了解因此把这个错误的信息就传播给社会大众造成了社会大众对佛教的一个严重的误解、错解、曲解。我们敬老和尚看到这个事情非常痛心他从小也是受这个影响，从小在学校老师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所以他从小
对佛教也就没有好印象啊，而且啊还认为佛教是低级宗教啊，这个宗教还要分高级低级的，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泛神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后来如果没有遇到方东美教授给他介绍佛法，给他说明，那大概他这一生啊，不要说出家了，这个恐怕连接触佛教都不会去接触的。那么他深入理解佛法之后啊，才知道这个是救世的无价之宝啊，这么宝贵的东西啊，被现代人误会成这个样子，非常非常可惜啊，是一切众生巨大的损失。那么佛教讲的三世啊，讲的生，儒家讲现前这一生的，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佛法了解比较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啊，指的是大乘佛教。为什么不容易了解？因为大乘法呢，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可思啊，不能用我们的思想去思维去想象，也不能用我们的言理议论去表达，也谈不上，所以这个就难了。那么我们中国本土的儒跟道，孔子老子有没有活菩萨这个境界？有。孔子他讲的偏重在世间法，世间法孔子讲到尽致了，讲到基础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出世间法也讲到极致的。那么孔子老子啊，老子啊讲的比较超然啊，比较啊就求仙了啊。我们看儒家的经典，看《论语》，孔子有没有讲出世法？出世的大乘法有。孔子讲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而知。这个他的弟子当中啊，只有颜回懂，子贡懂一点。因为呢其他的弟子听不懂啊，所以他就很少讲了，因为讲了大家听不懂，所以就不讲啊，这个听了不懂啊就没兴趣了听了就在那边睡觉了为什么呢？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佛刚成道呢，他讲华严，那没有人听懂只有法身大士，他的对象是法身大士，明心见性，他们才懂。那不要说我们凡夫不懂了，前教菩萨、阿罗汉已经超越六道了，辟支佛、圆觉这个都超越六道了，他们都听不懂，我们凡夫怎么会懂？
啊，所以佛一成道啊，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家听不懂啊。后来呢，就讲阿含，阿含就懂了啊，讲我们眼前看得到的啊，你能够理解的，你能够接触到的，先讲这个啊，那这个大家都懂了啊。所以阿含啊，讲人天，再讲小乘啊，再进方等。啊，预备入大圣，再来般若，最后啊，法华涅槃，回归一神法，啊，所以这个啊教学啊，对一般学生大部分是这个程序啊，这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教啊，啊，先教他懂的。如果讲了大家听不懂，这个在佛法讲啊，叫气理不气机了啊，就是说道理没错，但是听不懂啊，大家没有受用啊，不气他的机啊，但是气理啊，气理不气机，这样讲经说法是显原理啊，就是讲这个对他没有帮助啊，显原理呀。啊，气机不气理啊，那等于魔说哇，讲的大家很喜欢听，但是讲的都是错的啊，都是不对的，给人家误导的，那更麻烦啊。所以讲经说法呢，气理又要气机啊，这个是讲经说法的一个原则啦啊，气理气机啊。那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他看学生不懂，那你跟他讲那么多，就没有意义了嘛？啊，要讲他懂的嘛，他可以理解的啊，根据他的这个根据啊来跟他讲啊，所以这个原则性啊也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有没有讲性与天道？有啊，子贡有懂一点啊，懂一两层。啊，那是颜回，颜回懂啊，颜回啊不容易啊。那个性与天道啊，就是大乘法讲的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个伦理啊讲的啊，方方面面的，实在讲都有。啊，他这个里面呢、啊，是在讲，也是包含大乘佛法，啊，还有道家的这个《道德经》。那我们仔细读这个经啊，像这个经，老子、孔子讲的啊，如果他们没有明心见性，那讲不出那些话的。所以雪庐老人讲啊。学中国传统文化帮助我们学佛啊，因为儒家它是奠定我们儒家道家奠定我们人天法的基础，等于代替啊佛教的小乘那么学了佛呢，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没有学佛啊，那这个很难深入啊，所以在儒家很多经典啊，有些讲不通的，不晓得怎么讲的，那学了佛用佛经来解释，那就很容易了啊。因此啊，我们汉学院，马来西亚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啊，我们啊，现在还有福州这个吴董那个、啊、汉学研究院啊，我们学习要有个师承啊，老师的一个承传。那么我们汉学院啊，我们现在的导师刚才我们行礼了。
啊，行这个礼是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啊，它的内容就是要师承呐。那我们现在怎么懂得来学这个呢？是他教我们的嘛，他指导我们的嘛，所以我们尊称他是指导的老师嘛。在佛门讲叫阿舍里嘛，现在的学校讲指导教授嘛，他是指导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他讲经说法是跟雪庐老人学的啊，《无量寿经》啊，汇集本也是雪庐老人传授给他的。那么雪庐老人他是精通儒释道啊，是一个很传统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了啊，所以雪庐老人啊，我出家十几天呐 那个佛陀教基金会简弘文居士啊，还有那个日常法师啊，果清律师啊，我们四个人呐、去台中看李老师啊。那果清律师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他就去学经啊，好像学了八年，在家的时候。那我在旁边呢、听到啊，这个李老师给果清律师讲，他说：“你学佛啊，我学儒啊。”啊，他看到他出家了啊，你学佛，我学儒。那么雪庐老人他自己讲啊，他是外儒内佛啊，他外面啊他是雪庐啊，内心啊他是雪佛啊，所以他说呢，他学中国传统文化帮助他学佛啊，学佛有基础，学了佛呢帮助他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两方面啊是相得益彰啊，所以我们汉学院呢、要有师承啊，这个我们跟我们净老和尚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跟雪庐老人学习啊，但我们净老和尚跟雪庐老人学的，主要在佛经讲经说法、佛法这一方面，那么传统文化这一方面。在我们净宗来讲啊，就比较缺乏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这十几年来啊，极力的提倡啊，补习这个传统文化的功课啊，发现啊，没有传统文化的底子啊，学大乘佛法这个录不进去，好像盖大楼没打地基啊，做人都不会，那怎么去做佛呢？啊，所以这些年啊，特别特别的极力提倡传统文化，那道理就在这里。那么最近悟道也跟大家学习伦理啊，实在讲啊，我也不懂啊，那自己碰到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啊，想来想去啊，也是没办法啊。后来想到啊，这个宋朝啊，赵匡胤讲的啊。宋朝的开国皇帝啊，赵匡胤讲啊，半部伦理治天下。所以就找到啊，这个雪庐老人啊，他在网络上也有这些讲记啊，这个他往生之后啊，公诸于世，他再生的时候啊，他不允许公开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啊，这两篇啊，这两章啊，大家有印了这个，都印了这个
印在这个纸上啊。那这个我们内部流通啊，内部流通就好。因为当时他讲这个伦理啊，是92岁讲的，没有讲完他就往生了，92岁。那92岁，他对谁讲呢？对台中联社这些联友讲的啦。那为什么讲这个呢？讲这个干什么？那联友是念佛的啊，念佛求往生的啊，那讲伦理干什么呢？那伦理跟念佛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协如老人讲了啊，就是他到台湾38年，住在台中啊，一直没有离开台中。他说前30年呐、啊，第一个10年呐、啊，那个时代的同修啊，还比较有中国文化的底子，所以念佛往生的人有瑞相比较多。第二个10年就比较少了，第三个10年就更少了。后来发现呢、啊，没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不行，念佛往生也不行。就像我们净老和尚现在看到了，这个弘扬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接近啊，经大家很会读啦，佛也念了很多啦啊，但是啊，没有功夫啊，经也听得很多，也很会讲，那没功夫，没有底子。没有基本功，所以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些年呐、啊，特别积极啊，提倡传统文化啊。那么学伦理啊，学儒老人讲啊，先学做人呐、啊，你怎么做人呢、啊？啊，先把人格立住啊！我们现在呢，一个人格都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那怎么做佛？啊，我们现在呢，的确是这样的啊。那我自己反省自己，我自己也是不够资格的，连做人都不够资格了啊，那不学不行啊。啊，所以我是来跟大家学习的啊，这个啊，不是来讲开示啊，这是大家一起啊来学习啊。那我们啊这么多的同参道友啊，后来学习啊，我也是。找这个网络微信呐 啊，我想啊，我去找人来听，人家会来听吗？不见得会来。那网络上啊，我们上海有一些同修啊，平常都是参加我的法会的啊，有一个群500人的啊，参加法会的，我就想说，你们要参加法会，要听我讲一讲啊，所以用微信呐、啊。啊，现在呢也有3个群，还有一个37念精进班哦，还有一个护法群啊，基本上有3个群，大概有500-600人啊。然后我想就利用这个我们老上常讲的，利用现代科技来弘法，也方便啊。这个逼我自己学习了啊，不逼自己不行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个我自己也很清楚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那总不能啊，一直忙，的确是很忙，但是也不能用这个理由不学嘛。啊，忙也要抽时间呐、啊，所以我早上都是我时间不长啊，因为也考虑到我原来是想一次讲5分钟就好，因为我怕现代人呐、啊。恐怕讲太久都人都被我讲跑了啊，现在人没有耐心了、啊哦、你一次讲一个小时，大家有要上班啦忙啦，也没时间听啊，这个也是考虑到大家时间上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学习这个啊，我都天天的，我走到哪里就是录一点，划一划啊，细水长流了。啊，这样细水长流，您每一天呐、啊，这样啊，就固定，好像做功课一样啊。那时间不要太长，
太长，第一个我自己没时间，别人可能也没时间，所以我在日本呢、这个有一些同修、在听我这个、因为日本我也在东京、成立一个日本华藏净宗协会、也成立一个社团，那边有一批同修，那一个同修给我讲、他说哎呀，这个几分钟啊，我们还挤得出来了。如果太长啊，大家要上班啊，工作啊，恐怕就没时间了。所以现在采取这个方式跟大家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学院啊，定的这个题目非常好啊，简谈伦理啊，就简单谈一谈。那我这样的谈法好像漫谈一样啊，这个谈谈学习伦理啊。这方面的一些感想，那也希望我们同学啊，我们学习要有师承。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我们的经教跟我们敬老和尚学习，那这个讲经说法，他也是李老师学的。那现在呢，李老师那个是传统文化最具。最具代表的最圆满的啊，而且他在这个奉祀官府啊当主任秘书当了50年啊，以前他19岁当过县长，当过司法官，读过法律，做中医，他有牌照的啊，大家可以看李炳南老居士的全集啊，内经易经啊，这些他书啊读超过1000卷了。那现在我们学传统文化，我常常建议我们同修啊，我们要跟雪庐老人学啊，学的会比较正规一些了。学的会比较正规啊，因为它是最传统的。所以传统文化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也要师承雪庐老人这个师承啊，这个承传，大家来花心来学习。那学习传统文化，我们看了雪庐老人他的著作啊。慢慢我们了解，哎呀，什么叫传统文化啊？传统文化呢，你没有去接触嘛，没有去多方面学习啊，这不懂啊。这个学了之后啊，才会得到法喜啊。佛法讲啊，法喜充满啊。好，那么今天这个简谈伦理啊。我们明天这里办祭祖啊，这个汉学院啊，这个因缘啊，也是要感恩啊大家的发心啊，这个大家这个护持啊，大家发心来学习啊，来护持啊，所以这个马来西亚汉学院呢、有今天的规模啊，在我们敬老和尚的提倡。指导之下呢，现在有这么一个规模啊，真的也非常得来不易，非常不容易。那我们大家呢，要好好珍惜呀、这样的一个因缘啊，来学习，来成就自己啊，来帮助别人成就。明天我们这里举办第一次的祭祖啊，这个意义啊，非常的深远。在汉学院、办这个祭祖意义非常深远，所以我们在雪庐老人这个伦理讲记啊，我就抽这两章啊，这个讲解大家看看。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我刚才进来大门了、我看大门有一副对联啊。
上联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下联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大概应该很快乐啊。我们有很多人都是从远方来的啊，要坐飞机才能到的啊。好，我们现在啊，请大家看啊，那么我们门口那个对联呐、啊，就是“学而篇第一”啊，第一篇第一章。啊，《论语》第一篇就是学而啊，学而篇。那么这个圣宗追远明德归后是学而篇第九章啊，第九章。曾子曰：“圣宗追远明德归后矣。”这里啊，写如老人讲这张简单啊，实际上讲啊，对我们来讲是不简单啊。那么这里讲简单，但是能做到就是善了啊，关键呐、啊、要去做到。这个一张经书啊，是对上位啊领导的人来讲，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这对国家领袖说的。领导人啊，必须自己先带头啊，带头去做啊，才能领导人。那么这个祭祖啊，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后，也是国家领导人要带头的啊。他一带头啊，那人民大家就响应了嘛，就跟上了嘛。上面的人不带头，下面那民间在做啊，那个影响力有限啊。现在讲的就是影响力了啊。比如说我们明天祭祖，如果总理来，那你说跟我们来当主祭，跟其他那你说那个谁的影响力大啊？啊，大概那个各地方的那个。什么什么新闻记者都冲过来啊！我看这里都挤不下了啊！因为为什么对领导人讲？因为他要带头。那现在呢，在上位的领导人呢、啊，大概没有人在做这个事了啊，所以只有民间在做啊。那民间在做啊，也是呼吁啊，领导人要重视这个事情。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事情？你国家才会办得好了啊！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啊。啊，所以刚才我要上台之前呐、啊，啊，我们新北市的侯市长，啊，我来的前一天呐、啊，我接到他给我一个顾问的聘书啊，啊，这个顾问呐、啊。啊，不能只顾不问呐、啊！啊，这个顾问我就要跟他建立了啊，不然那张挂在那里有什么意思呢？不然好看呐、啊，照相啊，那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要实质意义。刚才啊，他的秘书说这个希望我去情书制药，我跟他建立啊。这个请他看蔡老师讲那个情书之要啊，那个我们老上写的对台湾政界人士的一个讲话，用墨宝写的，我说要寄给他，他说是不是可以先寄给他，他再拿给侯市长看，我说等我回台湾，
那我跟他讲，我们这边明天要祭祖，我这两边刚才就我要上台前十分钟发给他，发给他的秘书，我说这两边先看看吧，啊，看看这个，他那个新北市啊，他要不要办祭祖啊？啊，那办祭祖，他市长当主祭官是最合理，他是这个市的领导嘛。所以这个是对上位的人说的啊，所以在上者领导时不可敷衍了事，受领导的人才愿意领受，这句非常重要啊。我们往往看了好像不会特别留意，那领导的人你没有带头做个榜样，那被领导的人他大概啊也不能接受了，他不能接受了。下面讲这个领导者做错了，受领者可以敷衍，不使他失面子。这句也是人情世故了。领导人做错什么事啊？下面呢举出啊例子，如中国节日端午。等节日及现今的双十节可以随顺啊，那双十节是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日了啊。现在大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10月1日啊，这个中华民国啊，国父建国是10月10日。那这个端午节纪念屈原的啊，这个。国庆日这个可以随顺，若八八节等开会可以去敷衍，啊，这个八八节啊，这些会啊，啊，可以应付应付了，敷衍就是哎呀应付应付啊，完了要给他面子嘛啊。领导人就这么干了啊！至于情人节、愚人节不合国情，中国主张民无信不立，怎可愚人、欺人？这个节日可以不用啊！我前几天在上海，那这个有居士啊。他们的职工啊啊啊，他的店长啊啊，他开店的店长生了双胞胎了啊，他很高兴给我讲啊，哦，师傅啊，哦，刚好是愚人节生的呢。我说愚人节生的你高兴什么？我说愚就是愚痴，没有智慧啊，你高兴什么？啊，我给他讲，你怎么不说智人节呢？要愚人节，你希望那小孩很愚痴没智慧吗？你说现代人，啊，愚人节啊，啊，他不感到非常光荣，那是外国人，那个西洋人他不懂，啊，所以。我那天刚好跟他讲这个，然后今天看到这个啊，这个这颇有感触啊，所以李老师讲的真的没错啊，我就刚刚才发生的啊，所以这个节律我们可以不用啊，民无信之不立啊，怎么可以去欺弄人，去愚弄人呢？愚人欺人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孝为首啊，这个当领受要百姓好啊，这个都是要从自己做起。这里举出啊，上一章说的众威啊，
君子不重则不威，都是厚、啊、外在威仪稳重，内在也能厚重、啊、一切庄重威仪都自己都是厚，学问道德待人都必须厚，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每逢红白事，先来薄后去重，虽不是加倍还礼，也必须较原来多啊，这个举出厚要怎么做啊，孝道是为首的啊，那么当领袖要保百姓好，民德归厚，什么叫厚啊，这个厚就是竹子啊两片，那叠起来就比较厚了嘛，只有一片就比较薄。啊、这个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 这个地方、啊、就是道德学问待人都必须厚，那么人家尊敬我一点，我回敬的、啊、那比他多、啊、这里举出这个先来薄后去重、啊、这个婚礼丧礼都有礼、啊、就是人家比如说结婚啦、啊、或者是这个丧礼啦、啊、人家包1000块，那我们 他家 有喜事，那我们回礼给他呢，我们要多一点啦、啊、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这表示一个厚啊，比如说他包1000，我们就加200啊，1200，那比他原来多一点，这表示厚啊，也不要刚好看他包多少，他包多少我们就还多少啊，那这样就显得不是很厚啊，甚至啊减少一点啊，这个就比较薄了啊，所以先来薄后去重啊，这个。那西洋人他没有这个文化，西洋人他是啊，先来重后去薄啊，跟我们刚好是相反的啊。不过我们现在跟这个西洋人啊接触啊，也不错啦，现在他们也懂得送礼物啊，那。总算有一点进步了啊，还不至于都一点都没有啊。啊，那我们送给他的哇，大包小包的哇，很多啊，他弄的这个包起来这样，还一点点。啊，我打开一看呐、啊，哇，一块巧克力。不过他能送那一个也算不错啦。啊，还不至于都连一点都没有啊，所以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他这个厚，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出来了。虽然现在没有学，但是很奇怪呢啊，大概老祖宗有这个基因呐 啊，所以现在呢还是给人家希望啊，厚多一些给人，对人一个厚道啊。那西洋就没有这个文化了啊，他总是希望啊。拿人家多一点，自己少给一点啊，占人家便宜啊，这个就显得不厚啊。啊，所以虽不是加倍还礼啊，比原来多一点啊，所以这个礼簿啊，就是我们这个礼啊，就是要给人家写的，人家有送礼来，我们要回礼啊，要回礼。这里讲到啊，这个慎终啊，这是父母之丧了啊。这个孟子讲啊，这个这是大事啊，父母之丧啊。啊，若一不小心后悔就晚了啊，这个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啊，就没有办法挽救。就是慎，就是要谨慎，父母临终要谨慎照顾。啊，这儒家就讲这个慎终了。
那么这个我们佛门啊，净宗啊，那这个圣宗是最圆满的。在我们佛教净宗啊，父母临终啊要助念，断气之后啊，命中之后还八个小时不能动最少。现在呢一般都念到24个小时啊，这个圣宗。那现在呢没有学佛的人啊，他的儿女啊他不懂，父母一断气马上送冰库去冰起来，马上下寒冰地狱，那很惨。他不懂啊。不懂得什么叫圣宗了。所以这个圣宗啊，这是我们净宗啊做的是现在是最好的最圆满的。所以我们净宗现在在台湾啊，这个圣宗啊也感动了天主教。天主教他们讲临终关怀啊，但受佛教影响临终关怀。所以在台湾最老的一个大医院，台大医院啊，以前早年呐、他们都有请我去一个星期去讲课讲一次啊。那么在台大医院呐、也接受我们佛教净宗啊，他那边也有个佛学社啊，这个我们李老师的学生啊，他们有人在那边当医生，那大家组成的，也影响他们医院。他们有6间的助念室都放阿弥陀佛的啊，有一间是各种宗教的，那什么像都没有的啊。那时候刚成立啊，请我去洒净啊。后来其他的大医院也跟进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台湾有这个影响啊，这个影响啊应该会越来越多啊，这个是好事。所以这个圣宗啊，如果我们医院有同修，我都建议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学佛啦，儿女有需要，我们可以义务帮他助念啊，也不要让他马上就推进去冰库去冰啊，这个也是做好事嘛啊，所以要谨慎啊，父母临终要谨慎。那么下面这一段呢 是讲从前的巡抚，巡抚就现在的省长啊，平时走大路中间啊，这个人们都必须肃静回避，但是若遇到出殡，巡抚也要回避啊，因为啊，他这个是儿女啊为父母这个丧事啊尽孝道。所以这个巡抚他就不走路当中啊，回避让这个出殡的人过，如此可以收到上行下效啊，就是说我上面的领导啊就这么重视这个，大家人民啊就自然会跟上了。所以这里指出子路早年穷困，后来做官啊见顶则哭啊，因为呢再也不能让父母吃了啊，你有再好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再给父母吃了啊，看到他就伤心。终是指父母死后练兵时啊，就是入殓出兵啊，这个时候啊命终之后。圣宗并不是装上珠宝玉器怕漫长毁道，这是害父母。自古以来皇帝的陵墓没有不被掘坟啊，这里也特别说明了啊，不是说你要给父母啊这个陪葬的啊，这些很多这个珠宝玉器啊，那个被这个盗贼知道了，恐怕会被盗墓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几株皇帝啊，皇帝的陵墓啊，都常常会被挖出来啊，因为它里面啊很多珠宝啊，这个不是那个意思。
啊，商礼都做到了啊，你只要把这个礼都做到了，并不需要太多的珠宝玉器这些物品，这个叫做慎重。啊，主要是礼啊，这个在伦理讲啊，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现在没有礼了啊，以前那个棺材啊，要根据他的身份地位，那个棺材不一样的，葬礼也不一样的啊，现在没有了啊，现代人也不懂这些了。但是我们学传统文化呢，这些都要学啊，啊，不能这个都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所以这个都要学习。慎终之后不是就算了，还要追远啊，有子孙永远必须上魂，这是厚道的表现。视死如视生啊，这个慎终啊，不是说这样就完了。啊，有子孙啊，必须永远上魂，就是我们清明节扫墓啊。现在我看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啊，我到古晋去啊，都还有看过到东马啊，跟台湾那个传统那个墓啊，啊都一样的啊，很多这个墓都一样的。那有那个墓，就是年年要扫墓啊，清明节扫墓。那么为什么父母死了那么久了还要每一年去扫墓，这是厚的表现，厚道的表现。视死如视生，永远不忘父母啊，就永远不忘记了。因为如果没有每一年去扫墓，我们很容易忘记了啊。那么去拜啊，又想到了啊父母生前的这些事情，那么这是人心啊厚道的一个表现啊。今人吊着大业，孝子亦然啊。这个今人就现在的人啊，我们去给人家参加这个丧礼啊，去吊祭，去参加这个丧礼啊，现在的人啊大业了，很欢喜啊。实在讲啊，这个跟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去参加这个丧礼的人呐、啊，大家见面呐、啊，有说有笑的，那是不对的啊。人家都死人了，你那么高兴啊？那现代人都不懂啊，这么认同还。见到我，哎呀，你现在在哪里发财啊？哇，讲的有说有笑，要看场面啊，那是人家死人呢、欸，啊，不是参加宴会啊，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去这个，我们就去丧礼啊，我们常常去送啊，大家也不懂啊，所以很多同修见面啊都笑嘻嘻的啊。那笑嘻嘻是什么意思啊？那死得很好啊。那有的人说，哎呀，他去极乐世界不是很好吗？问题他有没有去啊？有没有去你知道吗？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去参加人家那个丧礼啊，我们不要在那边笑嘻嘻的啊，起码我们就念佛嘛，哦，就念佛就好啊，不要笑嘻嘻的。所以有时候说前几天啊，我也去给同修这告别式啊，看到同修啊，看到我打招呼就笑嘻嘻的，我说又不是参加结婚典礼，你叫他家死啦，你那么高兴啊？所以这个你说这个不讲，他我们学佛的同修也不懂啊。那有一些人他还跟你讲一些理由，极乐世界不是很快乐吗？要把那个灵堂打扮成佛堂，那个都是不懂理嘛。啊，你要把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解啊。
啊，不能以那个来否定这个，也不能以这个去否定那个啊，不能用出世间法否定世间法，用世间法去否定出世间法，不能这样。就好像啊，卖棺材跟卖药的啊，互相骂啊，那个都需要嘛啊，那个不能是互相否定的嘛。啊，所以这个四出世间法都要融通，所以为什么要学儒要学佛，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所以有一些同学啊，他没有学这个儒，学了佛啊，真的他就布置的像佛堂一样。那佛堂是供佛啦，不是供死人的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三十七念啊，你看那个照中欧国师牌的，他后面他有个往生莲位啊，那是供莲往生莲位的。那你佛堂坛场是在前面，那是供佛的。啊，这个不能把那个混在一起嘛。啊，所以李老师讲啊，由此可知这个人家未来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孝子亦然。现在那个孝子啊，就是那外面的人他说去了那边的话很欢喜，那是外人。但是他那个儿孙啊也是一样啊，现在儿孙父母死了，他没有哀思之情诶。他没有哀思之情。啊，那有的儿孙啊那还是更糟糕啦，啊，那父母啊死了，就在那边呢争财产了。啊，由此可知这个人家的未来了，那这个家道未来好不好，那就知道了。后来啊，后代必不能久享，那后代必定也不好了。所以这个李老师讲，自成之道可以先知，读书多了自然可以先知。啊，自古以来啊，求忠诚必以孝子之门。中国能存在五千多年，不是有钱或者武力，而是文化的心理作用。啊，这个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醒啊，不是有钱，不是有武力，啊，你就能长久存在，不是啊，是靠文化。啊，武力有钱它是暂时的啊，暂时的好像哇，这个很兴盛，但是呢不能持久啊，没有文化做底蕴呢，不能持久。所以学儒老人劝我们必须往后处学，外国人对我们有恩，我们也可以厚待他；若对我们不好，我们只要报之以慈啊，这个也就是伦理讲的。啊，以慈报怨。那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八义篇第十二章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以祭如不祭。这个祭神如神在啊，这个祭啊，在此地啊，也跟我们讲啊，上头无祭的对象啊，下一句是祭神啊，上面这句祭如在，这个祭祖啊，这个鬼啊。在儒家讲，这个鬼就是祖先啊，啊，祭祖啊，像我们明天要祭祖啊，这个祭祖，所以儒家讲这个鬼神啊，那这个鬼啊，不是我们概念当中的妖魔鬼怪啦，啊，这个很恐怖的啊，啊，那是指祖先。啊，这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啊，这个祭祀啊，如同在目前啊，祭如在。这个三个字啊，我们看了这个我们会念，但是实在讲啊，我们也不懂
透过雪庐老人的讲解啊，我们稍微明白一点。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在佛法来看，那就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了。祭祖先如同祖先在目前，祭父母如同父母在目前。啊，那么这个债，那个祖先死那么久了啊，祭他干什么？祖先还在吗？啊，那我们问一般人这个话呢，不在啦。那不在了，你祭他干什么？那他已经不存在了，那你祭他干什么？孔子讲这个话啊，这些我们学了佛啊，啊，真的是有。雪庐老人讲的没有错，真的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啊，如果做过三十系列啊，都有念过心经啊，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观自在。啊，大家研究研究啊，这个观自在跟这个寂如在道理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啊？观自在跟寂如在啊，这个道理一样不一样？啊，这个观自在是对自己，观察自己在不在。那观察我们自己在不在？那我们既是父母，既是祖先，用观自在来讲，啊，要观察我们心中有没有父母、祖先的存在，有没有？啊，那么如果没有父母祖先，心中没有父母祖先的存在，那祖先在如同不在啊，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大家我这样讲啊，可能大家想不通啊，在想啊，参透你就开悟了啊。那么下面讲啊，我们看这个雪庐老人讲的祭如在啊，祭鬼要恭敬，是报恩本分中应做的事啊。其实啊，在不在啊，这个佛经讲得很清楚啊，人死了是这个身体不在啊，他的本性是永远存在的啦。啊，在大乘经讲啊，不生不灭，无生法忍。什么叫不生不灭？他本来就有。啊，不是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个才叫生嘛。那像我们这个身体是本来没有，哎，透过父母的血气生出来，这个生。那生它会有灭啊，缘聚缘散啊。但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楞严经讲的非常清楚啊。这个寂如在啊，如果你读一部楞严啊，读通了，你就知道在不在了啊。我们的自性啊，永远存在，不生不灭啊。中弘国师在三十七殿啊开示的，
我们的法性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六根里面啊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了，就在你身体里面啊，现在你六根啊，你能见能听能闻能触能尝能言，六根的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的，那是永远存在，因为它本来就有，永远不会消失的啦。所以大家有没有读过佛经啊？诸位同学有没有读过佛经啊？有没有读过《佛说阿弥陀经》啊？啊，《佛说阿弥陀经》开头啊，如是我闻，那个如是我，那个如跟这里这个如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字，它都一样的。一时佛在，有没有？佛在，现在佛不在了。那、啊、佛不在了，是这个相不在啊，那个性永远存在啊。所以学佛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本来的面目呢是什么，就是你那个六根中那个根性了。你明白了，叫明心。见到自己的本性，见性就叫成佛了啊！那哪一个人没有？大家都有啊，一切众生都有啊！啊，所以啊，这个讲到自性永恒存在。那我们祖先过世很久了，父母过世了很久了，他还在不在？在啊，怎么会不在呢？啊，你有诚心祭祀啊，他就感应啊。啊，如果不在了，他怎么会感应？没有了，他怎么感应？啊，所以祭神如神在啊，祭鬼是报恩啊，本分应该做的事。祭得福，佛家明说有鬼神，儒家则不说鬼神，但宋儒硬说无鬼神，所以受很多人骂。啊，这个宋儒啊。学了佛又不承认佛法，参加祭礼要想得降百福，必须斋戒，斋则斋心，心中唯有这件事，无他念。啊，这个是给我们讲这个斋啊，斋戒这个意思啊，斋就是斋心，斋是清净的意思，就是心啊清净，心中啊万言放下。唯有这件事情，没有其他的念头。啊，你们吃素并非吃斋，即时如在。啊，这个如在，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观想。啊，你看啊，学路老人这引用佛法了。啊，不论到哪儿观想，即时鬼神如在目前，靠观想的力量，如祭关公时，眼前就是关公。啊，你祭哪个对象，你就观想那个对象。啊，比如说你祭是你的父母，那你就想你父母。啊，你祭哪一个人，就想那一个人。啊，他就在了。啊，那不想呢？他还是在啊，但是在你心中是不在啊，啊，在如不在啊，啊，那你心中在了啊，你心中存在有父母祖先，那他就在了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观想，啊，要靠观想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斋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以前啊，这个祭祀的主祭啊，要三天斋戒，三天斋戒了，万年放下啊，啊，吃饭多人照顾，好像闭关一样，啊，专门在想观想啊祖先啊，到祭的那一天呢、啊，他就感应了，感应是什么呢？降福了。
啊，这个你们烧香啊，如打电报给活菩萨，要观想才得感应。所谓神起来格，如此早晚课才灵啊，要靠观想啊。如果你心中没有，那就没有感应啊。这完全呢、啊，我们心在感应，你心里认为没有啊，那他就没有感应。上祭鬼，下祭神啊，祭祀不是祭自家的鬼叫禅，外神也祭为禅。故孔子说：“泰山不如林放乎？”啊，用这个话来说祭祀的禅而无礼啊。那这个是举出啊，这个三家啦啊，这个祭祀啊啊无礼不依礼。啊，祭什么行什么礼，有一定的，而且祭时需全神贯注。故孔子说，他祭一定得福，我祭则得福，我战则克。这个孔子讲啊，他去祭祀啊，一定得福报；他去打仗啊，一定打胜仗，啊，不会打输的啊。那么这一句讲，无不以祭，如不祭啊，就如上祭祀场面啊，他当主祭，就是这个主祭官呐、啊，那当然会很关键了、啊。这个主祭官呢、啊，但是或许忙或生病，以我代表，他没参加祭祀，则这一场祭礼像没办一样，看看人家的诚心。啊，那个当主祭的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啊，啊，从古代到民国啊，这个如果一个寺啊，办祭祖，比如说台北市啊，我们每年都有办祭祖三十年，那我们第一个一定请台北市长，因为这是他管的地区，市长要当主祭官。那前几年呢、啊，我们都去请啊，那这个请到去年呢、啊，我们柯市长才来啊。这个市长当主祭啊，那么当主祭的人，或许他很忙或者生病啊，那么找一个人代表。啊，他没有参加祭祀，那么这场祭礼啊，就像没有办一样。这个是啊，看看人家的诚心。下面这一段啊，那么写如老人再给我们说明什么如不祭呢？无学佛，故懂中国文化，自己不参加就是没祭。他人如何观想法？我们啊没有参加啊，就是没有祭啊。就比如说，我们明天祭祖啊，那祭祖当然主祭官是主要的了。那我们每一个参加的人呐、啊，这个也有自己的祖先呐、啊。啊，这个自己的祖先呐、啊，那个人要参加嘛，啊，那么你观想自己的祖先嘛，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先嘛，啊，如果请别人代表，那你家的祖先他怎么有办法替你去观想？啊，所以这个是拜自己的祖先要自己拜。啊，如果是别人的祖先，你去替他拜，这个也不对啊。所以自己的祖先呢、啊，一定要自己祭自己拜，自己的儿孙自己祭自己拜啊，这才合乎理啊。如果不是自己祖先去拜啊，叫谄啊，谄灭的谄啊，想要得好处啦，得保佑啦，那个是谄，那个心态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地方啊，特别讲当主祭的啊，这个不能请人代替。
那现在呢 也不懂这些理了啊，所以现在就我们敬老和尚慈悲了，提倡啊，也要挽救这个儒家，不但弘扬佛法，要挽救这个儒家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先做啊，慢慢啊我们再来深入啊，先做我们慢慢再来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不是看一遍我们就懂了啊，我们要慢慢来学习，慢慢来，越做越如法，越做越如法，那得的福报就越来越大了啊。啊，那么最下面这一句啊，啊讲到佛法了，阿弥陀佛光照十方国，无奈你不接受啊，这个话也是真话了。啊，弥陀经讲啊，啊这个阿弥陀这佛光啊，普照十方世界，没有障碍啊，但是我们不接受啊，就产生障碍。我们每一年祭祖啊，那这个两章啊，实在讲哦，我们每一次都要来学习学习啊，提醒提醒啊，我想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啊，常常提醒啊。那么为什么要祭拜祖先呢？啊，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到现在还有，就是靠这个祖先。那以前我们这个有牌位啊，啊家里有供祖先牌位。啊，现在我俗家呢，我出家了，我弟弟他们还在拜祖先牌位。请问大家，你们家里有供祖宗牌位吗？有供的几所？哦，不少啊。啊，还没有供的，建议你们去供一个。那么供这个祖宗牌位啊，这个都要教育了，要讲了，要说明了。好像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开一个说明会啊。你卖一个产品，你有个说明书啊，对不对？啊，那拜那个也要说明啊，那是列入交代啊，教育下一代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我说拜祖先呐，啊，你们一定要带儿孙来拜啊。我说我这个道场办活动啊，没有规定小孩不能来，我欢迎带小孩来。以前从小就我们父母带我们这个小孩去拜啊，我才知道要拜啊。那从小他不带，我不懂得要拜这个嘛。啊，所以这个是列入交代，那个祖宗牌位是列入交代，而且拜那个换菜啊，那个是祭祀。所以过去我小时候也有人一些拜的不耐烦啊，一到人大人啊拜的生烦恼。为什么拜的不耐烦呢？哎呀，他说他也不了解这个为什么要拜，他传下来就是要拜。啊，那有一些人他就讲了，哎呀，祖先如果真的会吃，没有人敢拜啦，你摆的他们都吃光了，你还敢拜吗？他都不懂拜那个意思嘛，所以这个要说明了。啊，这个道理要讲解。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化还有传到现在，就靠那个牌位啊，拜那个牌位。啊，现在我们华人还有这个基因啊，每次做法会啊，他家没供牌位，到道场他要写个牌位，对不对？有没有？我那个牌位特别写的特别多，这就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基因嘛，啊，那这个基因还在啊，我们要延续下去，这个是好的。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明天啊祭祖啊，我们根据今天我们学习的啊，那明天我们就现场练习了啊，来大家呢观想自己祖先来到我们这个汉学院来接受我们后代子孙的祭祀啊，求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降福啊，给大家这个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身心安康，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